小弟收看咱美凤有约，今天节目当中呢，请到这位特别来宾呢，有一段时间没看到伊，可是呢，我常会在别的地方看到他哦。他都在做一些什么呢？没发片的时候呢，或是刚好没拍片的时候呢，他也没有闲着哦，他在忙什么呢？带你切出来跟大家来分享。今天他还带来另外一位特别来宾，我们首先来欢迎方继伟，还有方继老师。哇，两位好。老师部分就麻烦你帮我们多介绍一下。老师是那个世界太极城市太极冠军，连续两届，那今年呢又考上了国际裁判。可是两个怎么会在一起啊？因为我从那个瑜伽跟你一起练瑜伽之后，练到最后去练太极。哎，我之前其实对太极也是有兴趣，有兴趣对不对？但是呢，我就先去瑜伽那边暖身，然后我就碰到方继伟，然后我就说啦，他如果说没有去演戏的时候啊，没有发片这段时间，他也都是在养生保养自己。对啊，我每天都练倒立，希望那个肉啊不要地心引力可以往上撑。对啊，他已经算很厉害的哦，现在又太极。对，太极是练气功吗？对，气功的一种，是气功的一种。那个太极是不是要打坐啊？跟瑜伽有时候也要打坐，太极要吗？它是动中游静，在动之中把心放松，静下来。对，习规对吧？哈，这样子哈，其实这个很。不要看这几个动下来会流汗呢。对呀、啊，是不是？看它要慢慢的这样。哦，它属于内功，好可爱哦！好厉害哦！老师也，你看，看他囡仔嘞，对，四十好几了，真的看不出来，因为他五岁就练啦，跟他父亲练，是练到现在，所以他刀枪棍剑啊，少林拳都会。哇，对，所以今天掌刀是由他啦。哦，这样子，因为他有太极剑啊，太极剑。那两位要合作什么疗力？太极养生饼。太极养生饼的食材有。手工面线两把，麻油两大匙，生姜半根，葱花两根，蛋五颗，生菜少许，黑白芝麻适量。我先切葱花。好，葱花、姜先啦，姜先，姜、葱花都要是不是？对，姜。然后这是火。那这一起。对。先水先滚，配一下水。啊，那因为我都会把家里的那个面线啊，啊那几滴五嘛哈，对啊，这是我妈去拜拜的都会剩下来的。怎么做？水滚了之后就把它放下去。哦，滚也弄黑的。对，但是要把它弄散。哦，弄散，那不用剪哈，不用剪开。对，因为我妈做成饼。一般来讲，人家不会相信说这也可以做。你要这个做饼，不是面粉去和的？不是，不是。哦，对，是。然后省钱又很好的方法。那我会用麻油，是因为我阿妈她一开始生囝，阿拢无法都做给来，啊，她只有喝麻油，身体就好健康。麻油？对，只有喝麻油，因为无汤加嘛，啊，淋麻油，啊，给来的淋麻油，这样子就很健康。哇哇哇！太极太极太极在这种动刀了。对，我今晚动作快，厉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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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哇，旋风！对，哇，老师平常有做疗力吗？平时的那个料理大概很难，因为他妈妈都吃素，所以全家吃素都是料理界的心法。都是那你也吃素是不是？我现在就方便了，方便，因为出去外面如果拍戏啊，对，方便啦，青菜。你们给工作人员在那个深山外面找吃的已经很不容易，还找到素，对，所以不麻烦别人，对对，好的。好，然后它水不用沥干，不用沥很干，对，不用，好的，不需要沥干，然后开始要麻油，其实麻油我想多一点。好啊，既然这样，阿嬷就加用对不对？对对对对对对。麻油弄好得去，麻油啊，那干那啉吼不会燥热，但是你希望身体寒的人，冬天呢，他就要稍微煎一下。来，借我姜，姜要下去了，对，姜要下去了。好的。听说纪伟是很少在拿刀的哈，对对，你家己做料你拢用手吼，对啊，对我大部分都用手。那最主要一件事情就是我都吃精力汤比较多，如果没有剩菜剩饭的话，就精力汤。精力汤怎么做？所以精力汤我把所有水果放进去，然后五谷杂粮，然后呢？然后再加一点姜，但是我都弄得非常的浓，果汁对，没修炼，加姜就不会，加姜加芝麻也不会。
加姜，对，所以锅加个胖胖的安尼，对对，哇，好会保养哦。那如果说你不要爆这么久，因为爆太久，它那个姜哦可能会太苦。所以呢，我就稍微一下下就可以了，因为它的锅现在才算是开始热，对不对？对。但是姜的确对女人非常好，对，非常好。对。面线做成饼，关键步骤吓坏凤姐。可以，可以。好，可以。确定可以翻了吗？可以。哇塞！哇塞！再下去。吓到我。凤姐练瑜伽三分钟热度，老师仍然热爱她。可是体态还是很好，还 OK 哈，很好啊，很好。那时候开始在练倒立，哇，那个老师好喜欢你哦，因为你胸有成竹，你知道吗？没有啦，因为我是初学者。哦，对，谁发明的食谱啊？我们就是大家一起发明。对，披萨，对，台式披萨。厉害啊！那是不是待会要吃的是要切一下？嗯，哇，那就很好吃了，真的。对呀，因为我们吃过好几次了。哇，你赶快再加蛋。对，太极。对，你一天一个礼拜上几堂课？哇，太极我是一个礼拜上一堂课，但瑜伽一个礼拜会上两三堂或四堂，有时候万一比较有空，一天上三堂。哇，很久没去了。可是体态还是很好，还 OK 哈，很好啊，很好。那时候看你在练倒立，哇，那个老师好喜欢你哦，因为你胸有成竹，你知道吗？那个男老师对，蛮照顾我的。对，没有啦，因为我是初学者，哦，他还担心我哈，倒立的时候颈椎要注意跟那个，哎，对，你很厉害啦。我还好，我是筋骨比较紧，所以呢，随便一倒立就上去了。好厉害了，你已经都可以。你是筋骨很柔软，所以不好上去，因为没有肌肉撑上去。哎，讲得多好听，真的。说我们柔软，结果是哦，磨烂，磨烂。好，老师，翻，请翻。哇，要对对对对对，这样翻哦。哎，葱可以放进去吗？可以，可以。好，可以。确定可以翻了吗？可以。哇塞！哇塞！再下去。我们应该拿远一点，要不然锅子走会。继续。来，差不多一半就好。一半就好。对。然后。我们在家的话，汤汁我们技术没了，我们汤汁放旁边，水煮一下倒嘞，哦，阿再起来垫一下，起来挥落下。是，一定要美筛汤汁，因为它要弄成饼哈，那个水不能沥干。刚刚刚美筛沥太干，对不对？对对对。所以一定会有汤汁哦。对。那你就这样子倒哦。好。现在煎。哎，你用煎的恰恰，嘿，又更赞哦。对啊，恰恰是什么？就让它干一点，干一点。哦，对，有一点焦又不焦。对对对对对。那就超好吃，但是也要让它里面有一点那种酥酥的啊。对，酥酥脆脆的，就会很好吃。那现在呢？小心烫，小心。盖子，盖子，这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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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不用。好，然后翻啊。哇塞！然后再放进去。好，光这个就厉害了。对，要分几次了？分这样一次就可以了。啊，你好幸福哎，这个太极高手哎，帮你翻的，翻了翻了，赶快翻呐！你看你赶快翻，翻翻，到底是用哪一个翻呢？翻脸？要翻要翻，因为要不翻，等一下臭味大你哦。对哦，因为我怕锅子那个，我比较会做造型。老师再翻第二次，好。快，等我，等我，等我，我要看，我要看一下，小心哦。好，再一次，到那边翻，好，到那边，好，然后再下去，再下去。我跟你讲，这样子，第一次翻好美哦。第一次翻比较辛苦，因为它比较有一些汤汁，对，那个就比较危险。对对对，好，再来就嗖嗖嗖嗖，有看没呀？哎，好美哦，很美哈，对不对？跟那菜包能对不？等一下吃你就知道口感不一样。菜包能，哇。还加一些蔬菜耶，对，这样子。这个，因为我怕人家有些会太燥热的话，就加一点蔬菜比较爽口。对。哇，这个有概念。好，没关系，这个锅子还可以热很那个。
热很久，还要再翻吗？不用了，就好了，起锅可以洗锅了，起锅了，对，老师快，起锅还要这样，对，你放着，好，好，起锅，好的，好漂亮哦，耶，好，成功。这样是刚刚起锅，这样倒过去不行吗？这样倒比较安全。这我实验过，一点都不是你在倒。他很贴心，哎，他教大家最好那样比较安全。好，可以切了。好，芝麻跟那个都在那里。好，好，要多一点比较好吃。那香布呢？磨呀。哇，然后白芝麻、黑芝麻。我觉得这样好好看哦，这样哈。其实有时候你如果加巧克力酱也很好吃。哎呀，我们下次应该用一个模型，然后太极的模型，哦，是，一边白一边黑的，对，是不是？我这里画一个太极，太极的，好，切了，切了，开始，好了，你看这是动作派的，这叫太极剑，太极剑，你是面线呢。你看用菜刀，唔免用个滚轮呢，不用切个丝干啊，连丝干嘞，纯手工的，纯手工。哦，好的，那我们现在可以来吃这个台湾披萨，然后要听听好听的歌，跟老师的合作作品。太极动中取静，太静也不行。打坐是静功，如果静不下来，就要用动功，所以太极是动中取静。哦，对，太静功不行。太静了，对，树欲静风不止，动作就是说人静下来了，大脑思绪更通畅。别吃。想要知道太多是一种病，别怒，别想驾驭太多怒意的心。我们从爱情里体会松紧放大，那是欧洲代际，生命就这样旋转，眼神平衡，快不得，慢不得，求之不得。听这样的音乐，一这样动作，我们全身筋骨都可以拉开了。对，你会觉得吗？尤其肩胛骨，打电脑太多，对不对？打电脑，对对对。哎，就来一个稍微放松哦，整个这样拉一拉，拉一拉，对。哦，你们一边那个，我一边闻到香气，很香，不敢开动。对，我们可以开动了嘛？好，但是我先送你我们这次的那个 CD， 里面有。MV 送他 MV， 还有老师的教学，是哦，那太好了。早上起来就 play 下去，然后就开始跟着运动，哇，这样子，对啊，是。啊，你买老公哦，好的，恭喜你哦，谢谢。来，让我们来尝一下哈，嗯。我觉得这是最养生的啦。哇，这一袋我想会饱呢。因为蛋你知道蛋本身是好的胆固醇。哦。对啊，自体产生是不好胆固醇。哦。哎呦，你看这个厚度。对。还挺美的。对。老师自己来。不客气。嗯。哎呀，那个不会腻哈。那个麻油太重要了。对，就我刚抹完油，可能就开嘴。好香哦，好好吃哦。嗯，好吃，好吃哈。抹油跟姜，对，就合味的。对，然后呢，这个面线，面线跟那个抹油本来就是常常让我们去结合在一起。对，你这发明不错，可以申请专利。真的吗？对，很厉害耶。啊，你一袋卖100块，会使无？好香，香哈。嗯，而且呢。
面线迄就是唔免啥物款的搞工，对哦，滚就好啊，就很紧的啊，小朋友要吃很快就可以煮好了，哎，挺好的。你还会做很多跟素有关系的，听说你肉粽蛮做出不同的花样。对啊，因为肉粽就是端午节，我妈妈不能吃肉粽，因为糖分太高，一弄蛋来好哇。结果我早上呢就加水下去煮，那再切一些那个菜青菜，那放下去加那个胡椒，哇，好好吃哦，一个粥一样。嗯，就日本的杂炊啊，而且我要买生铁壶回来煮。你除了会自己懂得做一些料理，瑜伽，还有一些什么事？我去当志工，有时候到医院当志工，然后就知道说，哎，怎么照顾父母？对，还可以我靠我当来照顾家己爸母嘛。哦。然后我现在25年到现在，从出道到现在25年，那从来都没有开过自己的演唱会，我也准备要开一个小型的，然后跟歌迷面对面。要有体力呢。哇，所以要练太极哦。除了太极以外，哇，可以跑步。跑步哈。对。啊，吃没问题。对，吃没问题。吃没问题。因为我吃东西少啊。有。嘿。啊，你有体力了。有啦，那弄吸气啊呢。好，饱了。那你不会特别爱吃哈？我还好，还好。那你在演戏的当中啊，就是说，你还安排自己去学一点东西是非常好。学太极这个机缘是你自己就去报名然后认识老师的吗？其实还是因为他很有名，所以你去找他。哦，当时不晓得太极，我以为太极行用慢慢啊。啊，就嘛喜欢那里。就因为我爸爸往生嘛，我妈走不出去，我就想说大家去练瑜伽。啊，连连一共我他讲讲我不爱力气，好。后来我就说，哎。搞不好太极是慢的，他可以。没想到去练练一下，出来说：“哎，你下个礼拜再带我来练好不好？”老师很好。去想带妈妈去练太极是为什么？就是因为他走不出来，那怎么会想到那么多会想到太极？刚好那个课程刚好有安排，有那个教室有安排这个课程，我想说试试看。对，是。没想到练了之后才发现，哇，这个中国的那个文学啊。古代的这种太极是不可思议的，它是非常有深层的内涵。嗯，对。那刚开始老师用公文言文，我听不懂。老师，真的很好吃哦，这边还在芝麻。哇塞，这边啊，我们刚才讲，你就好大口一直吃啊！你看这个整碗都吃光了，你看看呗。真的好吃，真的是好吃，真的好吃。该我们休息，换你讲话，我们要吃。瓦力，你三门洗太极，太极相煎和太极，找到生命的平衡跟协调。嗯，对，自己能够平衡协调，与人相处自然能够平衡协调，然后松柔放达。对，所以他在翻锅的时候翻得很顺利嘛，那就用内力在翻的。像我爸爸生病，我在翻他，哦，好重，不再给我光拼，光把力给出来。所以老师在上课的时候也是这样穿吗？对，那他会教，就是有时候穿运动服。娃娃哈，这个会传染。运动服都可以，练太极其实可以，简单就好。练太极有没有什么最主要的，沿着一些注意的事项？我觉得就是让自己的心，既然要练的，就是平心静气的进来，然后就是不拘泥形式，然后就顺着自己身体的声音去做，对，不要在形式上面去太过专注。形式上比较动作，动作，动作。对，你们瑜伽就是这样，那个倒立太多形式了，对不对？对。那这个位置不到底不行啊，明明就很痛苦，一定要跟到这样。对。他意思就是说要拉。就一个油就卡不过去，对不对？对啊。过去。所以里头，然后后来就会有点沮丧，然后再来就很着急，因为练就是在看自己哪个地方纠结了。后来我就发现了，就算去练瑜伽，就算我的动作不是很标准，我不一定要弄到让我自己很不舒服为标准。对对，你让我很标准，可是我太不舒服了，那我硬要到那个位置，搞不好我反而受伤。对，所以我就以我最舒服，人家能拉到哪里，我如果说这样，我说我。弯到那边我可以了，我不想再弯下去了，再弯下去很痛苦。那我可以再慢慢来，慢慢来，以自己最舒服。可是我不骗你，一般哦五六十个人，四五十，有时候那种课满满的人哦，很繁杂，每一个都不是每一个都做的这么都到底，然后隔壁还会点我一下，没有那手要过来一点，过不来，我有压力。而且男老师最喜欢美凤姐前弯。那我
就说没付钱。哎呦，那个钱。前弯通常又不能一只手这样，没有啦，任老师没有啦。可是身材真的好好。老师意思就要告诉我们，那个弯的那个程度，有时候弯不好，反而我跟你讲，瑜伽还要小心。有时候推脑要推什么？那嘿，瑜伽老师在也在推脑，瑜伽过也受伤，颈椎遭肩体，遭肩体。所以当然有时候暖身啊，你做什么，还是以自己。可以适应为主，对 对，不能盯到最高点受不了。嗯，只是我觉得就像老师说了，去练什么，你的心态就是要调试到那里。一点学生卖给熊的啊，好怕打坐，是打坐那容易卖熊台机，一点啊买个熊啥哦，哎呢都会有事情进来。那些都是进攻嘛，打坐是进攻，如果静不下来就要用动功，所以太极是动中取静。哦。对，太静反而不行。太静反而不行。对，树欲静风不止，动作就是说人静下来了，大脑思绪更澎湃，是不是？是我就说嘛，你都会背脚本哦。真的会呢，一静下来，开始有点想，那个也无形中就静不下来，好像不想他，因为就有别的事情要进来，就有事情会去想。阿哥，你讲到啥？刚把人故事拢入来，对吧？哎，无形对会，有时候就是真的太安静，反而会。是，就反正更累。嗯，是。今天我跟纪伟已经很久没看到了，来跟我分享一个这么好的披萨，大家可以学下来，这么快这么容易，对不对？你可以加一点自己的口味，番茄酱也 OK 啊，是不是？小朋友会喜欢。那么在这个专辑当中呢，也可以分享到好听的音乐跟老师的太极养生功法，对对，让大家呢能够养生，然后呢更健康、更快乐，对，家庭更幸福美满，是。谢谢两位，谢谢，祝大家都健康，谢谢，谢谢。